自己看呐、啊，若是你的价钱面，你会高兴吗？你看你的 premix， 这样到哪里？这样的也有。你们怎么打算？没有爆料，爆料，别的就是。这里老拜啥拜了？这应该是拜鬼啊，那种人老了。路做高了嘛？我不是要跟他拉平他吗？你看，那个 premix 也是差到不要差。补也不顺一点吗？你这样做还不是使大家麻烦，人家 complain 住这边的人不高兴，上上去上上下下，还没有 handover 就上上下下这样，整条路啊，做到还好 premix 拉下去平平的吗？为什么不拉平它、啊？你的你看，整条路这么丢脸啊！你看人家这个 research 做的那么漂亮，多漂亮！那个议会做的，拉的那么平，里面哪里有人 complain？一个每天人家 complain， 有的上有的下，你的 restraint 根本就不准了。你看你的还没有 handover， 还是就那么丑了。这个路，你看的你这边看的清清楚楚的，你的路斜过那边去吧。三个月啊，这个住家的人就 complain 了，这个不行，这个要做过。哪里可以这样？你看多么明显。这边的人都 complain 了，也不是这样的，你的 level 这边的 level 跟那边的 level 应该一样吗？你这样看过去就知道不一样了吗？那一条线那个 curve 不是跟那个线平啊？那个 curve 的上面啊，不是跟变形啊？怎么能够怎么从上面拉？拉？你怎么拉线在底下？线在上面上拉吗？线是平的吗？那你拉那个线来做什么？那你这个线呢？这边的线跟那边的线是一样高的吗？那里有这样的？没有啦，你们做工啊，责任不够啦。你们这样做东西啊，还是应该拉顺一点吗？怎么会拉到这样？你的 premix 一定要一样的才能够收尾。你自己看，能够做到漂漂亮亮的东西，给你们做到这样，就补要补好看一点吗？越补越不好看啊。premix 把它再做过，那个 level 拉出来 premix 把它再做过，那个进家的那个 premix 把它做漂亮。如果整条路给你这样做啊，我看到全部的人这边会反。你去看人家的啦，人家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咯，你哪里可以做比人家差嘞？上上下下，整条路这样。